什么？泽塔这个坑货竟然把头都埋进汉堡里面吃汉堡，这已经从坑货变成了吃货。大家好，我是赛罗，今天我们将选出谁是最帅的奥特曼，你们觉得哪个奥特曼最帅嘞？首先出场的是特利迦奥特曼，这个奇葩的家伙为了节省洗澡的时间，竟然在练功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储水口，这样可以边练功边洗澡，简直不要太聪明。哎呦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泽塔吗？怎么把头塞进汉堡里了？还好可以看见身体，不然我以为又是哪个怪兽来偷吃奥特曼的汉堡了。没错，就是我泽塔。怎么样，还是我最帅吧？学我最帅，我可以给你汉堡吃哦。这又是谁啊？怎么头上长出了树木？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我猜是杰德。杰德你个老六，我是他爸爸贝老黑。怎么样，还是我最帅吧？我说贝老黑，你还是赶快出来吧，等下半夜小赛罗起床尿尿看不见你，还以为自己是在给树木浇肥呢，到时候你可别找我算账啊。到底我身后这三个谁最奇葩呢？哦，不是，谁最帅呢？要我说的话，他们是最奇葩的奥特曼，小伙伴们你们可千万不要学他们，我们下期见吧。